都开了，我也开了。是白痴，你是白痴，你看你闭嘴，你是白痴。所以他们听完我声音对不对？你是白痴。哎呦，你等一下，我这边还在害羞啦。害羞，害羞，害羞。漂亮。哎、欸，你害羞都害羞多久啊？一分钟，太久了吧？不会好不好？你这样跟 YT 的首播广告差那个首播前面两分钟有什么差别？只差一分钟啊？好了，等一下啦，我看一下啦，闭嘴。果然是我，没办法，他讲太明显，为什么要砍我？什么鬼东西的？想说早上就默默听台就好，一直 Q 我，为什么我在刷三叉戟比较吵？你点点啦，等一下啦。啊，你还要你你不是你要关我静音啊？哦，我自己关麦，我自己关麦。啊，偷骂他，就早上他在开台，然后就有说什么今天有什么神秘嘉宾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啊，你就不要一直在透露下去了啊，然后就开始一大堆人猜到我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我就浮出水面说啊，不是我。在当时说我不知道啊，干还骗我，我当然骗你啊！我今天早上我想一下，那时候早上伺服器有人，然后城市塔效率就有点差，然后刷了三小时没刷到一半只，然后等到胡子跟蓝莓下线之后，城市塔才开始运作，然后就刷到了两个。然后就先拿去付耐久跟修补，那就继续挂，然后挂到刚刚打，打到胡子跟那个肥类跑去中介的时候，城市塔又变好了，然后就在跟蓝蓝玩游戏的前几秒钟，还有跟老居聊天前就已经开始狂刷了啊，那时候是跟蓝蓝在聊天，你在玩游戏，然后玩游戏就是哦，突然打到了，然后老居就刚好敲我。啊、他是好了没啊？讲那么久，那要顾。他久到我都可以播这首歌了哎。你刮冬刮寒，你刮不爱。瓜冬瓜哈密瓜不爱我你是傻瓜芒果冰果火龙果我是你的开心果大家晚安晚上好晚上好他是在干嘛我去听等一下请那个你去他那里看，干的就是你们自己他妈的去那边看。瓜哈密瓜，烤腰啊！我爱你大傻瓜，我爱你大傻瓜啦！你光小，我是你的开心果。那是后面的，前面不是，前面是你不理我啊！你不爱我，你是傻瓜。靠北。啊！你在唱什么？我爱你什么？你大傻瓜在唱什么？哎、欸，唱错了，好像反了。闭嘴啊他有开我知道他有开啊不要骂我对我反了好了今天是我们的电话绘图然后观众场是开五个人进场然后就是我跟繁星然后再加五个观众是我好小声还是他好小声一定是你啊、欸、你好小声我好小声我要吼了、哦、你很小我要学恶龙咆哮了哦！不要不要不要，那恶龙咆哮，恶龙咆哮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是恶龙咆哮哦。这样可以吗？他繁星很小，繁星好小，我这边刷一排，繁星很小哎、欸。我就这样子讲话，看你怎么办。我就这样子讲话。他、啊、真的很小吗？他很小，繁星超小。那我跟你们说， okay, 你们来看我的台，然后把他那边静音。可以吗？他很过分。
我很过分，这是最后的解决方法了。真的很小吗？现在呢？现在真的没有？现在真的很小吗？哎呀，你可以大一点嘛。我吗？你要用吼的哦、喔，这是我平时讲话的声音哎。不是，我是说你可以大一点嘛。我可以大一点嘛？你光要小。两边听到都很小声，你那边说也很小声啦、啊。没有啊，我这边他们没有半个说我小的呢。我太大哦，我太大，不好意思。本次蛋大。哇，他们已经陆续来这边关掉你那边的声音，来这边听我的声音的啦。真的假的？屁啦！对啊。赶、哦、过去了。感谢。杠不呀？干嘛啦？哎呀，烦你！请问是精灵游侠吗？不是。杠把过去翻新台了，好开心哦！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正题吧。你是不是伤心了？怎样啦？你是吃醋了？我没有。你是不是要吃鼻涕了？没有。五哥，快点哦，五哥。哦，你们去他，你们去他台找他报名。五哥，哦，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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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吧？等一下。好，那你是我一生的主推了，真的假的？我不是 V 耶、欸。随便他，他开心就好。没有啦，他就是他在故意激你，他还是爱着你，相信我，男生都是这样子。没有。哎、欸，画画的人，画画的人有在里面的人有谁？喊个右好不好？没有右的我会把他踢掉。右，然后我是谁？感谢新会员，感谢 Q H A O 的新会员。我会不会太霸道？我是霸道总裁。感谢杠杠，感谢杠杠的新会员。蛮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的话，可以私讯哦。我觉得杠杠应该很哦，开啥？很快就跟老君他们熟了。他在尝试基努里维，看，快点，还有谁？哦，信 ，OK， 又，哦 ，OK， 阿克是谁？阿克是谁？陈燕啊，天公混进来，陈燕给我回来，你说爱你吗？刚刚爱你哦。好恶心啊！怎么恶心？哇塞，你今天不恶心？你今天在那样子的时候，我三叉戟抓手在抖，你还被射死，你知道吗？哪样子？哪样子？好好讲话，哪样子？我要学你了、喔。哪样子？啊，那个姓林是谁？姓林。刚把他走心了吗？他没走心啊，他只是跟平常一样啊，就是我跟谁联动，然后他就跑到他的台中。杠杠，正常。原来是这样子哦、喔。哎、欸，那这样你以后找我好了，谢谢。你算了吧。我算了吧。没有加到，没关系，没关系。OK 的。感谢 U。那怎么念？他今天下午怎么念、啊、？U Dream Dream 吗？衣服咪刚刚，鸭子呱呱又是谁？哎、欸，你们不要进进出出啦！靠呗，你们是什么啦？屌那么小，不要进进出出吧，亲爱的们。感谢杠杠的750，谢谢谢谢。等一下，他在那边刷彩虹，靠呗。没看到了，什么东西？我看到只有黑白的啊。你的那边？我的哪边啊？你不是嫌我小？你的你。留言区，哎，好了好，不要红色了，红不要红色了，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拜托，就这样子了，就这样子了，这个世界没有红色的，好吗？有红色的话，等一下弄音会生气。我还好，会。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应该说前两场主题都是 VTuber、YouTuber 的人设。感谢 VTuber 跟 YouTuber 的人设，只要你是 VTuber 跟 YouTuber 都可以，但是不可以画我跟繁星，不可以画我跟繁星，有听到吗？有听到吗？进来的有听到吗？啊 ，V 或 Y 是不是？对 ，V 或 Y。啊，那你完蛋了。Okay,
然后是标准还是画葫芦？你选。嗯，看你啊，我怎么知道？标准的话，我可能会猜不出来，因为我台 V 这边不熟。好，那就三明治。好了，那画葫芦，画葫芦，好像有点难。不会啊，不会啊，不可以画我跟反型 S 怎样？闭嘴！好了，我讲了，我讲了，我讲了，我们开始吧。对不起，他叫我叫你闭嘴的。我们走，我们走。我已经走啦，不要走心啦。我等一下换你好不好？好。好。好啦，那就这样开始了。哎、欸，有听到哈 ？VTuber 或 YouTuber 哦，然后不可以画我跟繁星，除非是繁星画我啦。那我不要。哦，好吧，那我也不要。我要等你第二个新皮肤哦。太大声了吧？等一下，这是什么？一样吗？画葫芦。哦啊，就是一样啊。我刚不是要讲？你刚说三明治或一样。我刚有说，我有说，我最后有说。啊，你等一下。哎，我突然忘记他名字了。完了，你完了。跟你讲，我这是优秀人才，好不好？大家都知道我会画谁。耶。帽子，哇！我是聪明人，天哪！要查不？点点呐，有种数会啊！有种你从下一场开始数会啊！好啊，好，我现在数，我现在数，我数给你看。好啊，来啊，来啊！不要这个好了，有点丑。我给你看。哦哦，对对对，我说我鼠会的话就不好看了啊，我是说节目效果就不好看了。好吗？那好啊，随便你啊，到底你要谁随便随便干？等一下，先不要吵我吧，亲爱的，先不要吵我，等一下，乖。你是观众吗？你，给你亲爱的，大家。你好好说话。大家都是我亲爱的，好不好？这是习惯用语，大家都是我亲爱的。唔汤哦，你在画哈密瓜对吧？你妈不要吵，你闭嘴。不要让我笑，我手又在抖了。你观众对你很好啊？哪有？你哪一点看出来他对很好？嗯，很多啊。他们都在害我，好不好？你看你那个5000订阅影片，那个 See you again。See you again， 让你的盈利也 See you again 了，不是吗？对啊，是没错啊，那真的是很 C 哇，四月哇，不是哦，他如果说话生物的话，用滑鼠 OK， 画人的话我没办法。哇，那。我画的好丑哦，算了，随便。没事吧？这种会画画的画得很丑才羞耻好吗？我有得罪人吗？我怕就是你啊。我怎样？我怕就是你会呛我。我不会呛你啊。你会啊？我不会啊。你说啊，你画成这样好丑，哈哈，好好笑哦。没有啊，我玩画猜从来没有嫌过人家画的。你刚刚是犹豫了？没有啦，我在画图。你刚刚是不是犹豫了？在画我的女神哎、欸。
哦，真的哦，真的啦。啊，怎么时间快到了啦？哎，啊，哦哦。哎、欸，我凭印象画的、欸，哎，对，我凭印象画的、欸，哎，完了，老公，爱心，地瓜叶是什么？不是地瓜叶，不是地瓜叶，好不好？只会拍。你是说用手指画吗？啊，是 B 吗？哦，不对，对，有 Y，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干嘛？我操！你又知道是我的，你看就知道是他的，你又知道是我的，你观众一定有会画画的啊！你看就知道是你的画风啊！我看画风看很准的好不好？拜托。哎，懂呢。他妈，这一定是反型的。你画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女生啦。那不是我的啊。真的哦，嗯，我的是女神、哦、不是女神。我刚抽到题目想说啊，他不是 V 哦，对，有 Y。 画完了，没画其他东西，我连脸都还没有画，我先画脸好了，这样比较保险一点。我今天画画功力怎么差人家一截、啊？然后，好，画画功力是瞬间烂掉是吗？自从画完完蛋了，一定是达达害的。自从画完达达之后。哇，天哪，神作。天哪，啊，等我一下，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都排在你后面啊？那你完蛋了啊！那画简单一点给你好。还是我观众会画画？完了，我不知道我观众会不会画画、欸。完了，是不是我的问题？等一下。等一下，你观众有人才啊！我观众很多人才啊！对啊，只是他们都喜欢呛我而已啊！啊、oh, fuck！ 天哪，你们就只会画这个吗？西瓜冬瓜，哈密瓜。不爱我，你是傻瓜。芒果、苹果、火龙果啊！等一下，我还没画完。哈哈哈哈！我还没画完，干你们是只会画这个吗？你学屁啊！那你跟在我后面呢。shit， 谁呀？这个人的人设也太动漫了吧！
密瓜吧，等一下，我换的是西瓜还是哈密瓜？但是为什么每次都忘记换另外一边那个？哦哟，哦，这个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我知道这个是谁了。你你你你你叮叮叮，嘿。欸，我真排在你后面欸，哭啊，很棒，看这个画风感觉每一张都是你的。欸欸，那个出来一下，那个出来一下，我忘记你的哦，应该是这样。 OK， 利姆路，看利姆路屁事啊，这是谁哦？应该是我，应该是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这个。靠，会不会这一只啊？我操！我操！好了，没有。我老公。那谁啊？我老公麻子。我老公哦，鸭子好会玩哇！天哪！可是大麻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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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我老公不见了！我怎么感觉是达达不是莎莎？可是他是画蓝色的哎、欸、啊！哇！哇哇！变椰子树了，大麻呢？我的大麻呢？你我要看你画成怎样哦？我是故意的、啊，我不是故意的，是时间太少了，我真的没有卖掉哦。哦，鸭子真的好会画画，好可爱哦！你看你们观众还是会会画的啊，看像像这个，看起来好厉害。这不是跟刚刚很像吗？是换头发是吗？你头发换颜色而已吧。你们是换头发吗？你们是换头发吧是吗？我来看一下。哦、oh ，对，我就接在你后面，我很抱歉。你不用对我抱歉，你要对哈基感到抱歉。不是你，对，我是要对他抱歉。对啊，因为我来不及换完，为什么每一张感觉都很快？我要找图都也来不及，来不及了，画风一样，对啊，画风一致哎、欸。哈哈，阿基，我很棒。一个箱子是怎样？橘色羊毛。好，下一个。哈基熊猫团团，为什么你看得出来哈基跟熊猫团团？我只看到西瓜跟熊猫。哦，你好可爱哦！哇，眼睛好大哦！那种是歪的吧？不要吵，嘘，你闭闭。等一下，这是什么大便吗？躲进去了，直接不见。说好。这是什么橘色面条？来下一个。哦，喵哈跟怎么三个？你哦哦没有没有喵哈跟啊，可是为什么没有换到这题？你歪了啊？是我歪的吗？有事是你歪到了啊？是我歪的吗？是我歪的吗？是我歪的吗？你怎么会没挖到这一题？你为什么画两颗西瓜？我没有变鸡块了，喵哈鸡，看一下画的，哇，好厉害哦！是谁啊？咪莫，我们家的啦，哭啊！哦、oh. ，我们家的咪莫，这是什么？霍尔的移动城堡的心脏吗？好可爱哦，这是这很像插旗，
真的很像插旗。西瓜成咪姆在吗？我记得咪姆刚刚不是有出现吗？哦，这个好可爱哦，一堆西瓜。对啊，我也不知道，我没画到。为什么你会没画到？你知道了吧？我觉得我看得出来，为什么？不是不是不是，你看就知道了。你看得出来了吗？我看得出来啊。你看得出来哦？我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哦？这骗人吧？你等下自己看你的，你等下自己看。那时候你歪回来了、哦？我歪回来了。你屁啦！我不信，你这是歪回来。我没就说这哪里像啊？自己讲啊！不要，我就来不及画、哦，这很慢，这时间的鸭子都同个画风。对啊，我看一下鸭子长这样。哦，鸭子的画画好可爱哦！鸭子，你画画好可爱哦！新的回合，你看啊，还是很强啊！换了一波，换一波人，自己主动退掉，换一波人哈。那个彤彤，帮我贴一下那个邀请码。啊，算了，我踢了，我踢了、哦。哎、欸，不能怪我、哦，我踢了哦，我踢了哦。哦哦，加哦哦哦哦哦哦，哇，你们很乖，哇，你们超乖，乖乖乖乖。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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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啊，一样啊、哦，一样是 YouTuber 跟 VTuber 都可以，还是你们要限定刚换刚，还是你们要限定 VTuber？ 可是我怕繁星不行啊。嗯，繁星就有点笨笨的。怎么笨笨的？不是造化而已啊，造化我 OK 啊。造化你 OK 啊？那就是限定 U、啊、限定考限定 VTuber 哦。你知道你会在我后面吗？没关系，我 OK， 我可以好吗？我可以限定 VTuber， 然后可以画我。我要自肥，可是我自己吗？不很恐怖、哦。我要自肥，我算了，还是先不要好了。算了，随便你们啦，你们要画谁都可以。OK， 那我们要开始喽，一样画葫芦哦。王子呢？王子在楼上，不自己往上滑，晚点再说。我的绘图笔嘞。结果这一条是什么鬼？讲点话啊，很安静哎。等一下，你让我一秒钟、嗯。一秒。好，等我一下。哎、欸，你们不要吹王子好不好？大家一直吹王子啊！你们是看到我在画了吗？是的话，你们就安静闭嘴，在我的台乖一点。
OK 那、啊、好了差不多大约大约再补一些细节大概就够了，我是一个有细节的女这是谁？这是谁？哎、欸，你们不想这是谁？来，补一个，补一个图，你就知道是谁。嘿、hey, ，OK。达达项链不是月亮，我知道不是月亮，可是就很像、啊。哦，你画达达。大概大概就好了。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画的是另外一个，只是他们在说我昨天画的那个。哦，画达达哦。我昨天画达达，再没有我的推特啊！干！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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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怎样？哎呀，当事人出现了吗？一，请问是精？我不是精灵邮箱，你再问我把它砍掉。对啊，为什么他一直在问精灵邮箱啊？什么东西？没事，因为我是那个，我是樱花树的精灵。哦。然后。精灵游侠我对不起你，我发现画得很可爱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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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对不对太多人了啦，太多人了啦、哦、算了，我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但是有点多。靠，他怎么画？哎，不对。我去看你们之后怎么办？等一下、哦、SC 的等我一下好吗，你我等一下看，对不起等我一下，然后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可以吧，很像吧，然后在这里，OK，
OK， 我好棒，我好棒。嗯？对不起，等一下。啥？啊？开始害我哈，开始换我哈了。是谁？我猜。算了，我不猜，我造化。有吧？有。我越来越不懂你们的思维了，我越来越不懂了。啊，我说 VTuber 啊，怎么会出现这个？出好奇。为什么每个都长一样啊？为什么每个都长一样？你们是画谁？你们到底画谁？你们到底画这跟我上上体不是一模一样吗？呀呀，嘿嘿，嚯！来喽。不可能是麻子啊，有吧？有吧？有吧？闭嘴！白痴、啊！是啊，啊，就是这一只啊，完全不会歪，你不相信我？我说不会歪欸。我也想说真的不会吗？你怎么画到一半，亲爱的？这已经变不知道谁了，姑拉吗 ？OK， 我应该完了，我可能是画到这个，完了，完了，出事了，完了！我想说后面不是都长得一样，但、欸、就是你，中题是不是？来，你等一下看就知道。我就是中题、欸，真真有猜出来哎、欸！哦，你好厉害哦！我是真的看不懂了，真的好厉害哦！你看这个，我要怎么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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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用颜色去判断。哎呦，真的两个都是露西亚哎！妈的，我们两个都画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为什么？要烧起来！喂，乐维，出事机、啊，当兵哦！我怎么知道？我就照他的话，结果越来越歪了，对啊，我也没有办法。就自己画了一次露西亚长这样啊！你看啊！我没有画猫耳哎，哭啊！你好棒！你看，就你在搞，没有，我更搞。你干嘛？白痴！你来闹的吧？你是来闹的吧？蓝色的猫啊 ！V 图粉呢 ？V 图粉呢 ？V 图粉不见了。
我有去找四 V 小叮当之类的，一定找得到嘛。他是哆啦 V 梦呢。就蛋 VTuber 呢？这叫 YouTuber 啦！我都哭了，算了。简单明了嘛，简单明了嘛。那你真的很厉害，后面的人全部都是这样子，我告诉你。就你在搞哆啦 V 梦是谁？来来来。哦，达达，这个达达是我从是我是他现在的头贴不是吗？等一下，你们不要那么懒好不好？各位，你们不要那么懒好不好？你们真的不要那么懒哎、欸！我脸金忘记点，你好棒，就你在搞。谁？这是谁？我怎么知道？我照上面的话、啊，谁？你谁？我照上面的话、啊，错了吗？猫有小周，小周，小周应该不是蓝色的吧？它是紫色的吧？哦，难怪刚刚说的人太多了。我把我们家全都加上去了，他还没有换咪姆跟剑哎、欸。等下，这是谁？你呀、啊、？Who is this？ 不是那个上面里面那个是谁？你哪位？哎、欸，好可爱哟、喔！完全大歪特歪！你再给我懒啊，塔可！哈，这是太阳花吧？我太阳花啦，太大星吧？必然这像太阳花吧？来换 GP， 我差点把你踢掉，对不起。啊，自己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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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然我要使出我的龙牙棒哦，狼牙棒，狼牙棒。啊，算了，我踢了。啊啊！我差点把蓝，我差点把傻蓝踢掉，很抱歉。好，就这样喽。啊，这次的题目换繁星出，要。繁星出，不要。繁星出，你会死。繁星出，你会什么？哎、啊，你讲讲看，我来想要不要采用？嗯，我讲，你一定死啊。嗯、你先讲，我先考虑要不要采用，好不好？啊，你宝可梦熟不熟？熟。那就宝可梦啊。宝可梦可以吗？各位，宝可梦 OK 吧？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等一下，我先查我要画谁。哦，我知道我要画谁了。我好希望你在我下家哦。可以啊，可以 ，OK。那我们要开始哦。好啊。算了，这个人太多人画了，这一定超多人画。那我画一个，哦，不对，算了。好看一点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干嘛啦？记得吸气啊！
我好了。你好了。我好了。好笑。你是滑白棍练怪哦？我不知道哎。我真是好不熟。隔壁超可怕，先说。对。你是说繁星娜？怎么会嘞？反正最后只会变成一个小东西而已。谁在那边剧透？耿鬼，谁画耿鬼？我操！不掉从画北边过来好了。繁星太夸张，怎么了？没事啦，他哪次不夸张了？等一下，我还有一半是期待诺伊是繁星的下家，隔壁那是戏，我先猜，未看先猜，应该是。雷公，雷公，公开笑。我看没有他吗？雷公，没有他吗？雷公吗？不是吗？谁啦？不是，因为你们说，他说他，因为他们说很精致，我就在想哪一只角色可以精致到就是让你花那么久？雷公是啊，当然还要上色啊。裂空座。闪电鸟，闪电，谁啊？你画谁啊？库拉多，库拉多吗？算了，不是搞死我自己，反正总会遇到。对啊，不会，你搞不好遇不到啊？你会说哈，我从来没画到哎。是皮卡丘，哎，是皮卡丘啦，其实。小智人吗？我希望我不会遇到太可怕的。繁星那个应该会歪掉。另外啊，我画的图从来都不歪的。我跟喵哈那时候在画图啊，我们的图到最后都会很好笑。没事啊，啊，那个啦，那个我知道，靠北。好像他谁？他是主角群的其中一个，靠北我知道。好像他是谁？这好像很久没出现了，好不好？这好像很久没有出现了，对不对？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是谁。你们看不出来吗？你们看不出来吗？还是我比较聪明一点？啊，应该是我比较聪明啊，哈哈，抱歉。对啊，对啊，你们看不出来吗？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呢。那什么东西？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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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么厉害，天哪，怎么会看不出来？我好聪明哦，哈哈，像吧 ，OK 吧，有吧 ，OK 吧，我觉得我画的不是宝可梦哎，不然你画什么？那个。
就决定是你的。对，他有这个，记得。对啊，啊，不是宝可梦吗？怎么变主角之一 ？Hello。就一轮结束之后会发网址，对，一轮结束之后会发网址，到时候大家自行抢。你谁？这画风是你的哎、欸，这是谁啊？不是吧？跟我猜的没错吧？为什么会有皇冠？你要问上一家的，他留给我的。那很厉害。哦，算了，先填色。嘿嘿。讲，对不起，你是谁？妙蛙种子哦，看不出来耶。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在画宝可梦了，我已经在画别的东西了，你知道吗？新的。新的谁？等一下，天空色。等一下，哎、欸，哪里破洞吗？啊，没有偏透色。是谁？什么？这是什么？我现在已经不懂我到底在画什么了。哎、啊，算了。啊、哦，这个我比较看得出来。呢？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的旷世巨作出现在我面前？你就没了啊！搞到别人去了啊！这是傻笑，这是蛇吗？完了，我有点不想看。你画什么啊？啊，简单啊！不是，你等一下，你直接画一只是怎样啊？直接画一只是怎样？哦，没有，你没有画，你没有画。等一下，你没有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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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没有画，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精髓了。你没有画，你没有画，我知道。你没有画，你没有画，你很乖，你没有。他真的是变形怪，等一下，这个我一定要，这个我存一下。对啊，你那个脸呢、啊？有没有看到那个脸？精髓 ，OK， 走。好扯，就跟你说，他一定是画这种裂空座。啊，请问一下，我的裂空座是跑到哪里？成绿毛虫了吧？哎、欸，很强哎、欸。对啊，就是很强哎、欸。你观众很强啊！就是你，我什么都没有画到。变成什么草蛇了吗？还是妙蛙种子？
你自己看吧，你自己看就知道。是你吧？哎，就是学上面那一个的裴不然呢？对啊，哎呦，哎，上面几个其实蛮厉害的哎。你观众很强啊。没有，很还蛮厉害的。存一下，等我一下。哦，存到了。哦，我也存了，我存了，我有存。看，就是你在搞，操！就是你在搞。变成绿色，没有，它是蛇吧？看起来像蛇。裂空鱼是谁？眼睛打开了啦！眼睛打开了。为什么会有皇冠？那画的是谁的啊？哈？哈？怎么都是画这只哦？啊你，哈？为什么有绿毛虫出现？脸的问题，脸的问题，他以为是百变怪吧？他眼睛打开了。不是啊，你有观众一直画皇冠跟这个魔法什么？这是什么？等一下，你第一个我就不知道你在画什么了，对不起。你们要出来解释一下、啊。我知道了吧？哦，画得很可爱，天哪！欸、很强哎、欸！不要给我打完呢、欸！好可爱哦、喔！我想到那时候黑鱼，那时候是变鲨鱼了吧？等一下，那时候黑鱼我们在玩那个三明治的时候，啊，有人出喷火龙。嗯然后，哎、嗯欸，忘了出什么，就是他画他自己，然后画木木木萧，题目是喷火龙，他自己画木木萧，木木萧，这个应该不会歪了吧？后面我有画到这个，你有他们在，你确定吗？应该没有歪吧？这皮卡丘不歪，歪不了吧？歪不了了吧？虽然他耳朵没那么长，我想吐槽一下。太随便了吧？迷你 Q， 它、上面那一个商家也没有脸啊，所以我就跟着画没有脸的皮卡丘。屁啦！我没有画到、欸，为什么？鬼哦！在笑。靠北，我知道会变什么，我知道变什么了，哭啊！我知道变什么了。你为什么掐耳朵？我不知道啊，他是变化的、啊。我掐回去。哈哈哈哈哈哈！好，算好好听。好笑，没画到、哦。我有猜是不是没有挖种子，可是我不敢确认，你知道吗？我的观众跟我说这是心形的，我想说心形的啥？心形的啥？就你啊？不是，我看得出来呀。哦，那个好可爱哦，那怎么？浪漫变悲剧，哎，好厉害、哦！他很强哎、欸，好厉害啊、哦！我的问题吗？我的问题吗？什么？我战犯？喵喵种子，三明治好不好？三明治，哎、欸，你们自己退掉哦。来啊，要换你出，我不要出题，我不要当出题的。哎、欸，自己退掉哦，不然我要杀人哦。拜拜拜，我等一下。我不要当出题的，啊，不然观众出题，你们觉得要画什么？哎、欸，讲一下话吧，有什么大题目吗？喵喵种子，那狂灌水。那你姐姐晚上好，安安夜雨安安呢？动漫人物。好啊，动漫人物很广哎、欸，反正这就是三明治嘛，后面看会拆歪成什么。好啊，
动漫人物，我先想一下我要画什么。啊，我知道了。You are king。大家应该会看新番吧？新番新番会看吧？哇，那你完了。反正你出题，如果我接到的话，还可以 Google 去查。啊，如果是我要猜那个题目，我猜不到而已。我要画我女神了，来了。OK 哈，动漫人物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嘿嘿嘿嘿。OK， 拜拜。你好了吗？你 OK 吗？嗯。你 OK 了吗 ？OK 喊 OK。如果盖欧卡、古拉多之类的就好了。OK 吗？你 OK 了吗？动漫哦，任何动漫都可以吗？任何动漫都可以。好啊，好了。好了哈，那我要开始了。对啊，这边都是诺音的观众，我只是来陪玩的而已，不然我还是海里的臭章鱼。哇哦！晚安，安安。色尾裂空说真的好好看哦。小查某，你闭嘴！啊！好啊、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等我一下，我查一下。从出台系的啊。嗯好像有点丑，算了，反正到后面也不会长这样。什么东西啊？你不要第一题就已经画的跟最后面一样没？不会啦，我是那种人吗？哦，甜，甜色，哦哦，等一下，等一下，甜色，甜色，甜色，嘿嘿，嘿嘿 ，OK 吧，可爱耶，我操，很可爱，哇，干。天哪、啊，天才！我哭了，我哭了。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发现到一个东西。OK，OK，、okay, okay, 天才！掌声鼓励鼓励，有料，有料，有料，真他妈有料！白痴哦，谁啦？哭啊！啊 ！OK， 看，还好有时间可以找。啊！妈的，看那画风应该是繁星画的。啊，毁啦！为什么我 Ctrl？
坏了。哎，我要用餐、哎，有了有了有了。我要画 Q 版喽。你觉得画的不是很 Q 吗？我画的很 Q， 好不好？嘿嘿，鼠绘太难了啦！等一下，那个电竞绘图版的，完了，我觉得我完了。完了，我觉得我完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要稳住，稳住，懂吗？哦，这个要长一点，不好意思。我跟你讲，细节到大家都猜得出来。我这就是要讲究细节啊！你知道什么是细节吗？你们懂吗？你们了解吗？算了，有吧？有吧？有吧？细节，细节有吧？要傲娇，傲娇。短头发，这是短头发啦，干！啊啊！哦，我知道你是谁。完了。可是我不太会画你。对不起，对不起。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啊，我第一次画这个还画这么像。这应该是那个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个那个，等等等等等等那个那个，可是我发现到一件事哦，他的应该是再这样子一点。嘴巴，什么好吵？你才吵，你全家要吵。你们有印象？这很经典呢，这很经典呢。这个应该那个繁星楼，人家都知道了。什么东西？没有，没事啊。这很经典耶，哇，我居然看得出来，哭了。感觉有看过，但是想不出来。那你姐姐画的不错，哎，你好棒啊！这谁？那个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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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就根本不这一只，我还画成这一只，笑死。旧，对，是旧的，旧番。你哪位？你哪位？你想？你谁？
什么看我封面很漂亮，结果是恶毒的女人。刚刚小，好好讲话。我只是比较开放一点。什么鬼啦？等我一下，马吉。画什么啊？什么？谁画什么？我啦，我说我啦。我在画谁？完全不像啊！完了，我要封闭了，就是因为你来找我玩。什么？告我啥？我画出这么丑的作品。完了，人生的污点。我要说啊，这个是我用滑鼠画的啦，这样子。早知道画 Q 版的啊，太高估我自己了。我是谁？阿天啊，明明不会画这种图。干我一定是知道你的。这个我就会了、哦、等一下来，这个我就不 Google 了，直接画了。 Fuck 哎，好好好，填色，先填再说。看发色，大家应该也猜得出来。好，我刚没上色哎、欸，可是我应该知道是哪一个。可是我刚没上色、欸，我刚刚也是拿到黑白的 啊，用错颜色了。这是他的那个。好。我蛮喜欢看这一部。你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是啊，这是动漫啊。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完了，完了。啊，等我一下，我还在等一下哦。这个，它这边是红的。还有吗？还有吗？你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很经典哎、欸！你妈，干你妈屁事啊！对啊，我发现好像有两个同一个作品的，我就已经动漫大纲了，你们还可以撞到作品，很厉害耶、欸！有吧？啊、我到剪片的时候来补番了，可补飞。我说我现在画这一部啦，因为他上下完全都没有相关。那你知道是哪一部吗？我知道啊，哆啦 A 梦啊。靠啊，那个啦，那个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什么？那个什么？我还有他的 cos 服，可是忘记他叫什么了。哆啦 A 梦。不是什么妹，什么妹，什么妹，夜妹。你知道我还白痴，我去 Google， 我准备要动笔的时候，发现我画不上去，我只能猜。哎呀，对啦，鱼干妹，鱼干妹，鱼干妹，哈哈，鱼干妹，我的妹妹哪有这么可爱？
来吧。这一部很经典，我的最爱，我的最爱，我没画到，我的最爱，沙优，我没画到，我觉得他很棒啊，我没画到，啊、你没画到，我没画到，好，我知道原因了，吉木南雄，我就知道，不是那个男的，对啦，已经不同作品了，等一下，难怪，难怪，难怪。难怪，等一下，为什么？题目这个就是你直接变题目难受。你出错题目了，你如果出这一题的话就不会歪了。我就是要看人家，我就是要看人家画大奶子啊！啊，你出什么啊 ？Look， 好像哦，好强哦，很像耶。这个鼻子怎么会站的位置？我不知道，不要问我。爱豆是陆克吗？是啦，不像吗？我觉得蛮像的、啊。我觉得画很像，他照你画的画的很像。十分抱歉。陆克啊。啊，丸子，丸子换了小麦。鱼干妹啊、哦，这是你啊，亲爱的。吉木南雄，不要再吉木南雄。陆为什么陆克变那样？不要问我。哎、欸，有通灵道哎，等一下。啊、哦，好可爱哟、哦，高追耶。啊，是你画的哦，那还好。你怎样啦？咦、欸。有啦，我有猜到啦。等下，咪五，你 po 啥？我觉得我画的很好看啊。哦，对呢，是角色哈，我忘记打名字上去了，白痴哦、喔。我画的很可爱哇！等一下，我突然觉得我聪明人。哦，好可爱哦！就这一排都很可爱哎，哇！大家，那就是刚刚出题人的问题。闭嘴！闭嘴嘴！闭嘴嘴！我在你下家，我完了。有吧？我觉得。换色了。换人了啦！他换人了啦！不要帮他换发色啦！哇，看来下家你的下家是雷姆教的，真的是雷姆哎、欸，真的是雷姆哎、欸，色为雷姆直接换人，蜘蛛子，我一直说要看，一直还没看呢、欸。我这一部没看，没啥。你们画的好可爱哦、喔！雷姆是谁？完了，你要被 ban 了。雷西拉姆。哇！哈！啊！哈！啊！哈！诺亚倩碧，死神，太简约了吧？等一下，等一下，我以为是排球少年，直到我看到那把刀，眼神完全不对，你竟然还看得出来。那把后，你后面那一把刀感觉有出来？哦，那个是不求人。啊！天哪，菜刀！那个是不求人。OK， 好，那、啊、现在换什么？哎、欸，你们
出个大纲题。排球少年，那球是谁？哭啊！迪士尼，好啊，好，好啊，迪士尼。等我一下哦，迪士尼有谁啊？对，我上次画那个老鼠。迪士尼，迪士尼所有东西都可以，就是公主啊啥的什么都可以 ，OK 的。好啊，你刚刚说啥？没有。我在努力搞事。我在努力想我要画谁。你是画这么多人好像又不太好。你不要搞欸，你真的在搞欸。在搞事欸。真的在搞欸。木须龙画过了。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好了，我想好了。滴滴滴滴滴，等我一下哦。哦，对，第一个是出题，对不对？啊，靠北，可是我忘记他名字叫什么。啊，对呢，第一个是出题的耶。对啊，第一个是出题的耶。要想一下吗？还是你要杨花虎？我想要画，我想要画这一只。那你那改一样啊？一样画葫芦，一样画葫芦。啊，后面都三 D 的画屁哦！我想一下。啊，算了算了算了。OK 了吗？等一下。最近。哎、欸，找到了、欸，有哎、欸。冬瓜、西瓜，那叫什么？那是什么？哈密瓜。哦，我知道它叫什么了。我说我要画那只叫什么？哦、好了好了，来吧。OK。怀特迪士尼本人。预备，好，走。哇，凡心很认真哦。怎么了吗？你很认真哦，我觉得完蛋了，是是下家很完蛋了哦。因为没声音吗？没有，是你。不然我说因为我讲话没讲话的声音吗？对啊，听起来很认真哦。没事啦。啊、我想起来我刚刚画什么了啦，算了，下一次再画。
你还记得我不是有跟你说我很喜欢听一首歌？哦，我知道啊。没事，跟喵哈玩总有机会画到。就那时候我就记得说跟喵哈玩，我要记得画这一首。上一桩子。我出很冷门欸，超冷门的那种。多冷啊！基本上没有人记得他。有吧？有吧 ？OK 吧？嘿嘿。Oh fuck！算了。但突然觉得画好像国栋啊。刚才想在画什么？算了。吉娃娃，忘记他换他，忘记换他的手，算了。对啊，都很长啊。Oh, the fuck. 这只突然忘记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是另外一首。嗯嗯嗯，这样才对，这样才对。破瓦林四十，是啊，是啊，是啊。静静敲醒沉睡的心灵 ，OK 吧 ？OK 吧？哎，啊，这就是啊 ，shit，
我要想念呢，我要想念呢。嗯，米老鼠，没事。完了，那个我之前画过。完了，等一下，完了，哎呀，完了。啊，等一下，应该 ，OK， 啊，有救回来，有救回来，哦，这个我知道，那个，是，可是是这只吗？我不确定，我不知道这一只是不是那我想的那一只。还有这个，这个是这是什么啊？啊？我已经不懂这是什么了，我不知道啊，我只能造化啊。狮子王，狮子王吗？你跟我说这是狮子王？哈，获得移动城，是什么？完了，我真的要画葫芦了。他好像没有手脚，难怪你刚刚讲这句话。什么东西？我拿你试试。不玩你试试。哦。哥，我猜他不是米老鼠。它是另外一只，很可爱的那一只。啊！错了，没有挖到。来吧，玛丽猫。玛丽猫。哪会冷门啊？蛮冷门的啊。我都查得出来，你谁？你谁？你谁？等一下，等一下，空，猜不到，完，两个空。他直接离开了、啊。对啊，我没有画到，为什么？那就没了啊！我知道它变什么了，光头哥哥。我不是哦，我知道它变成什么了。我是画到这个啦，没歪，安慰自己，没歪。啊、啥啦？哈！寻找红心耶！哦吼！是米老鼠。哎、欸，好可爱哦！老鼠，我也觉得我很可爱。切切！你这样，真的是他哦。米老鼠，对啊，是啊，老鼠，老虎。等一下，你那耳朵是怎样？傻傻分不清楚。这下米了，老鼠不见。哎、欸，好可爱！他怎么跟你画的很像？厉害吧？老鼠，多利。啊啊！
我怎么画了两只多利？那就有人我还在想是多利还是怎样？多利与蚯蚓，我很抱歉。题目要不要你桌上的东西 ？OK 啊，等一下来啊。我桌上的东西，我先马上拿。我的照片吗？天哪，太害羞了。我的天哪！哈哈。我要把一个尘封，也不是尘封已久，一直用。你到底想讲什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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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怀念的东西，我要拿出来。老鼠。好。老鼠。你们问号屁啊、喔！等一下，好好老实哦、喔。你怎样啊？好老实哦、喔。能在、欸、能在十秒钟内画出来哎、欸。所以我问你哦、喔，你有没有印象中有一个画面，那个米老鼠那个就是在汽船上拉人家那个不是吗？不是拉他的皮带那个、啊、拉。我没有画到哎、欸。我没有画到哎、欸。啊！我知道变什么了。不，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头开始痛了。这好可爱，他画的好可爱哦、喔。什么？我不知道，西瓜吧。珍珠美人鱼，珍珠美人鱼，我看不懂啊！你看得懂吗？你看得懂吗？我也是不要披风。差太多了！哇塞，你也看不出来好吗？而且我接到你画的、欸，我没有追你、啊，我没有追你啊！你破马里试试，我喜欢毛毛的。破马里试试，我画的很可爱、欸，天哪、啊！哦，好可爱哦，香香好会画哦。米老鼠，我刚用蓝色的笔画米老鼠。哎、欸，你画的？哎、欸，我这次画到烂了，我连 Google 都不 Google， 我直接画的。好了，几天啊？嗯。刚刚说什么来着？桌上的东西，三明治。三明治，然后桌上的东西。嗯。啊、你怎么知道他？你桌上的东西，大家对方知不知道？啊，三明治第一个出题啊，哥。对啊，我出题，但是，啊，你怎么知道那是你桌上的东西？什么意思？就像滑鼠好了，滑鼠种类那么多。然后。对啊，这种东西啊、哦，好好，那桌上的东西，来来来来来。还是你要画葫芦？你想哪一个来吧？你讲，你挑。我不讲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不要羞我，不要羞我，不要羞我。你自己挑嘛，你挑嘛。没有，我不要挑，不挑，不挑，不挑。哦。哦屁呀、啊。那画葫芦。哭哦。多少东西？把刚刚把题目讲完，手把滑鼠键盘什么都讲完。有新精灵游侠可以示范耳龙咆哮吗？晚点。对，我这边还有其他人，不然你就关麦。明天。很瞎。我今天好像有讲到这个东西。我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它。嘿嘿，请勿工伤。哈个屁呀、啊！这看得出来吧？对啊，明天五千奈就取消，因为我五千了，所以可能是巧克团。哎，明天几？星期五对啊。
这不是那个，是那个，不是那个，好吗？不是那个，这看得出来吧？我都已经不够吗？还不够吗？好了，那我擦掉换一下。我觉得繁星把他桌面状况画出来了。我桌面状况啦，不是啦，我再画个绝版的东西。哦，其实我桌上很多东西，我还有那个奶很大的那个叫什么，突然忘记啊，看，突然忘记你的名字了，亲爱的。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桌垫是七七小姐的，我播。奥利多谁？谁跟你奥利多谁？加盐黑市，加盐黑糖，加盐黑市，干他屁事啊！干他屁事哦！等一下，你知道工商给谁的哈？那个可以来找我，可以来找我。我先吃一下凤梨，等你们画完。不要记得发票，记得寄去 relive。那你会吃凤梨披萨吗？会啊，好吃耶。嗯，同类的，不用，不用离婚。哎呦，你画这个好丑哦，画上小，要雕它了。喂，大力，夏威夷披萨最棒，当然啊。我觉得超棒的啊！我们要战争了吗？意大利，我觉得我画的够了吧？老虎牙子，哎呦，老虎牙子的玫瑰味，你们喝过吗？没，超好喝，那好像绝版了，没有在市面发，现在只剩下就是原本的老虎牙子。然后客人付完，付完之后他有啥？公虾小啦。游戏人物我猜会出现经理有啥？应该是不会啦。游戏人物可以啊。有没有打漏？有啊。哦，那 OK 啊。漏的角色哦，漏没精灵又想想骗我。我是说有，他们说游戏角色没，你就在缩小范围啊。漏，漏搞。哎，下一题要进来的，你们自己想一下，会有没有玩过撸啊撸？没有玩过进来，你会很吃亏哦。哈，哈！你桌上也太多东西了吧？这是什么鬼？的，我记得有这个。你会帮他加，有没有？他东西已经够多，有点加不了。因为家没有东西进去，他完全不理他。那是你会做的事，很棒哎！你看，他本来是平面的电视荧幕，你帮他加成曲面的荧幕，哦，那你很棒哎！对啊，天哪，我那天就这样玩。是老鼠，米老鼠，然后铅笔盒，哦。米老鼠，
很惊讶的。你东西太多了啦，要收一下。你桌面多乱，桌面多乱是谁的？要收一下哎、欸。那天跟发发还有他观众玩才好笑哎、欸，买过最贵的东西，十个人里面花了八张显卡，两张电脑，两个电脑。我十一个人啊，八个电，那八个显卡，两个电脑。然后我是花那个，忘记我画什么啊？我是画那个巨匠的合约书。合约书。啊，课程，对对，课程，课程。等一下，我题目是什么？你说什么？哦，没事，我想说，我们题目怎么会是这个东西？哦，不是这个。它、啊、怎么会是肤色的？然后他说：“为什么我没穿衣服？”什么什么？我没穿衣服。我跟谁玩？诺英啊。嘿，安安啊，我是最可爱的仙女诺英。嗯。你再吃啊！你看你的，你再吃啊！哇，好好哦，你那边二十七度哦。这是什么？天竺鼠车车吗？那我要洗我这边的温度。轮胎、啊。来不及。这是兔兔车车。太子。太子。我是跟你们玩的是一样的东西吗？我怎么记得是桌上的东西？对，你们桌上的东西就是什么？所以我刚刚不是说，啊，我刚刚出什么题目？太子，他的这个是他的笔。这我好像有看过哎，圆圆的东西，这我好像有看过哎。我先猜啦，我先猜啦，这个应该是这个。等一下，嗯，我猜这是繁星出的。我还没画完，这是什么鬼？好啊，啊，他该不是来不及上色吧？这样子是不是？哈哈，是我啦，还是我多此一举了？还是我多此一举了？拜拜。这根本就真是写字的啊！解脱了，黑松沙士哈，黑人谁呀？我想说你写黑人沙士，什么黑人沙士？我黑叉叉士，黑叉叉士，完了，我自作多情了，你自作多情了，你看这个，我以为他是来不及上色。然后就帮他倒颜料了。这是什么？我那一块是黑的。我以为他来不及倒颜料，说油漆桶在旁边啊，啊你有时间倒写字不？怎么不直接倒油漆桶上去？我要存下来。下一位。啊，我看过。我的杯垫。啊，你有、哦、你那时候拍给我照片，我看到、哦。我拍什么照片给你？我是观察细微的人呢、欸。拍什么照片给你？我忘记了。
你不要乱讲哦。偷偷偷带龙虾给我。就晒啦。对啊，我要想到，可是我没有画脸。算了，你就当无脸男吧。好啊，无脸那么可爱。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啊？这什么啊？这什么啊？哎、欸，哎、欸，哎、欸，这什么？有人要跟我讲这是什么吗？是我见识低，还是它太高端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啊。我去查一下。那拍子乐声，嗯，小说，小说吗？你要说小说、欸，哎，你觉得嘞？小说，可是我看到的小说都是那种很高端的那种小说、啊。嗨，太多了啦，邀月，干就是你妈的，桌子整理一下吧。哦，难怪最后剩下这两根。哦，这什么钻戒是吗？来帮你清桌子了，现在变成一个东西了。我帮他清桌子。在帮他清楚被整理好了，应该不是我们认识的优越，因为我突破这边有一个优越。你刚是画一个五条，哦，我这边有一个优越，桌子整理完了。这是什么？他有点歪。3.5磁碟片吗？这是妖月，你出来！你给我出来哈！你下跪！你给我下跪！你给我下跪！这什么？娃娃吗？想说它是肤色，为什么是肤色？我也在想为什么它是这个颜色的。为什么没有毛啊？干嘛啦？天竺鼠车车，你跪你跪，算了，你还是站起来好了，乖。兔子车车，天竺鼠车车。下一位，遥那个冷气，那个冷气遥控器，靠北天竺鼠车车，我又是温度计嘞。为什么我没有画到？哦，我知道变成怎样了。什么体重计哦？啊？没有，出来了。耳机跑掉了，就是你，就是你！我想说是什么鬼？27度不冷，我开25度哎、欸！杀人哦，好好好羡慕哦！欢迎 P 下一位，好羡慕啊！自己退掉，自己退掉。Mono， 哎，我 Mono 在耶。冷气开到20几度，感觉好热。我没开冷气，现在33度哎、欸！我的天，你们知足一点哦、喔。我今天中暑哦、喔。真假的？哦，对对对。我还想说啊，中暑了，今天可能要 pass。OK、欸。有樱花。我刚刚说我要画什么来着？我怎么知道？我刚刚忘记。那你动漫人哎、欸、不是 ，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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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对对对，游戏，lol， 嗯 ，lol 的，
好的。三明治啊，三明治啊。啊，三明治啊。嗯、对呀、啊。那我随便。三明治啊。都的角色嘛。对啊。好。等一下。OK， 我好了，我好了，你嘞？嗯哼，有没有高清大图？好的，有，好的，三明治哦。好的。超级小兵，米奇在迪士尼乐园哭泣。哈哈，我婆。你婆波比不是只会画提摩的蘑菇。你说我上次画那个大小姐 Polo 的大小姐画到最后变蘑菇头。观众开始完蛋了，原来是要打咯。我刚刚讲咯，这一场是咯，嗯，下一场是游戏大小姐破的，我知道啊，我就撞皮了、欸、等一下，我不是说咯吗？痞子妹是怎么回事？那我要把它改题咯，那我要把它改题了，画你自己喜欢的吗？这样子，对啊，画我自己喜欢的。这个也是我的main角。细节好吗？这叫细节。谁跟你基因科斯？算了，完成！哇，有人完成了哎、欸！你们是出侦查守卫之类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哪有狗屁啊，哪有？七七辛苦啦，七七，好好记住这张图，嗯。应该是他。你觉得你有观众跳了，马上跳了。没关系，没事啦，没关系。这样我们分了，没关系。
没有，还没啦，没那么快。啊？啊？没事啊。对不起，我连我自己都害怕，什么都不知道。算了，那我把他的武器画出来了，应该就知道了。OK 吧？他有一个 skin 有这个。完美，有没有打蚊子嘞？什么问号？你们问号个屁呀、啊！有一个 skin 有这个，你们还确定、欸？哎，确定、欸？哎。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刚刚那一个跟我现在画这个至少聪明多了吧，这不是，这就是短头发，你跟我说雷欧娜再听到题目十九条，没关系没关系，灵魂会手哦，干，我讨厌你，我跟你讲，我前面那一题就是这样子，一模模一样样。啊，所以有人撞题是吗？嗯，有人撞题是吗？我可以把没撞题变成撞题啊！我每题都画那个，屌吧！哇，好可爱哦！有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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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可乐啊！主播，这是不是墨菲特？一文字狼。哦，我们的优越果然是不一样的人，没事没事。啊！啊这个该死哎、欸，这真的该死哎、欸。对啊。俗话说得好。两个恰恰，哎呦，嘿，嘿，
什么？谁跟你玩熊？明明就很像。没关系。哎呦，汉自然被编了吧，活该。啊？没有，我有个来乱的汉自然，然后被编了。不让你呼吸，是土拨鼠。谁跟你土拨鼠？老鼠，老鼠，老虎。要玩到几点啊？这一场差不多。好的。这一场结束在最后一场。为什么会有天竺鼠车车？啊，怎么样？啊啊！你来得及吗？还差？可以啊，我是谁？哦，是哦。对啊。像极了土拨鼠。转发转发哈姆太郎。战吧战吧哈姆太郎，对，还有最后一场，因为刚没有讲好，我怕有一些人准备好要压那个杀鬼的，然后又跟你说哦没有了没有了，你这样子就得很鸡掰。那不是一个击败人，那对你们大家都那么好，对不对？你试试破吧，破吧你试试。哦，对，破吧你试试。诚实是美德，别说谎。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那你下一个题目要什么？游戏，就真的是游戏，游戏角色。OK。你刚画到唯一像你婆的，该不会是沃尔加特吧？你妈傻的。刚刚你会玩这只哦？啊？不是很难玩吗？你说关吗？对啊。不会啊。假的。不会啊。好可爱。他捶奶怎么办？我头好痛。把奶捶下来。为什么短发了？你是不是有玩光遇？他为什么短发了？
继续。哈，还真的是雷欧娜，还真的是雷欧娜，还真的是雷欧娜。你画什么？啊？你是画什么？我画达瑞斯。我比较还好，没出我喜欢的那只。你在画什么？就可以牛奶就不行。没事啊，我这张我也看不出这是谁。我拿到的题目是空白的，他叫我记好，请开始发挥的时候，我能怎么办？我拿到题目是空白的啊！假牛假的会，哎，很好看啊！二索纳哦，对啊，你知道第二个关又出现了吗？为什么看不出来是索纳啊？好可爱哦！你有画奶子哎？有啊，头发长出来了，头发，头发，下一位，哇！太多题目了，所以画了三次题目。我画了两次题目，因为有一次题目是被我画成波比啊。哎，很可爱啊，好可爱啊！索纳变成怪，我也没有办法。台主安安优越，哎、对不对？另外一个优越。哎、如果没英文的那个优越是我们这边的优越哦，有英文这边有英文的优越是我的，是我这边的优越，没英文的话是我这边的。两个优越，对啊，听说这里有人名字跟我一样，所以我来观摩一下。优越出来，万扣一清水。教主的头贴是我，你是说哪一个头贴啊？我不知道。哦，谁？谁在讲话？优越说的，优越说的。我画的啊。啊？我没英文的那个是。靠腰哦。怎么啦？不是游戏吗？优越呢？出来认清一下。优越，优越该不会不见吧？我以为是这只天竺鼠车车，放你的边角哎！你我最好最后一场，最后一场，最后一场，各位你要什么？等游戏角色，随便游戏，随便一个游戏。你要一样还是？一样，一样，好的，一样，好的。最后一次了，好的。哎、欸，你们要退出啊？好的，都退出了。看一下哦。我知道，等一下。游戏角色哦。云南。如果动漫变成游戏角色算吗？动漫变成游戏，只要能游戏角色应该都可以啊。好哦，神奇宝贝。那你看看我的大眼神，
玩笑。等你啊。OK， 我好了。我也好了。来啦。来。当老鼠，米老鼠。哇，它的图怎么不见了？你们看不出来吗？你们看不出来吗？哦，我画的好可爱哦！我觉得我画很像哎，你们看不出来吗？啊啊，琪琪，琪琪你棒，琪琪你好棒。名人哦，谁跟你名人啦？靠北，北等呢？你家鸟在跟我抗，你在鸟在抗议的。抗议什么？你画太慢了。没有，是，就是他羡慕你跟一个仙女可以一起玩游戏，他又没有办法。因为他说那个是模型啊，赶快跑。快跑！前辈，我没有玩过这游戏，可以带我吗？你超强欸，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超强欸，你什么意思？游戏角色你在那边给我讲，而且风间你明明就看过啊，我玩这只角色的啊。风间，警醒，我用这只角色带过你欸。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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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知道这叫什么？看他们常在玩的啊啊，嗯嗯嗯，总结是我的，嗯，你知道我没玩这款吗？真假的？对，那你还认得出来，那你真厉害。我画米老鼠。对啊，老游戏欸，这款超老欸，现在还有人在玩，真的。感谢订阅。你说你这款游戏哦？没有，我说我现在在画这款游戏。不知道是我的啊，不是。OK， 你发现你怎么会没杀、欸？你怎么你是你为什么会玩？这是一个重点啊、哦，也是老游戏耶。怎么大家是游戏回顾吗？比赛题，嗯，好，等一下，火柴人哦，火柴人哦。哇，每一个都是火柴人是吧？啊啊啊啊啊！这是什么游戏？盲测，是吧？不知道哎，一样吧？我画的一模一样，一毛毛一样样。啊？什么鬼啦？什么鬼啦？你们在画什么？已经看不懂的程度了，你知道吗？你看橘色的，我已经看不懂了。要冲！好，
颜色衣服哥。加蝴蝶结。嗯，神秘线，你画的很好啊，看出来啊。对啊，我画的。你就还好，刚好这样在玩这个。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你看得出来？你不是没有玩吗？包包头啊。啊。为什么？啥？晚安呀，喂，晚安啊。黄瓜，我怎么没有画到？哦哦，我好像知道变什么。谁吗？繁星画的好可爱。魔力宝贝的角色。啊、哦！我怎么没有画到那个蝴蝶结？你知道后面变成就是双马尾粉蓝色粉红色蓝色双马尾的女孩子。你就你靠屁事啊，我最后一个、欸、就是你魔力宝贝、欸、让我失望了啊，没画到哈、啊、应该不是我吧。好、啊、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好 我最后一棒的样子。哇哇哇，我很抱歉，那个爱心我没有画，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在你下面啊？天下不魔会被分台啦咋哦、oh, 瓦罗兰啦，那看来是没到好哦。哎、欸，其实很厉害哎，这一位是谁啊？你也很厉害。嗯，怎么了吗？我知道，谢谢夸奖，哈哈。那你也很厉害，这是女王头吗？低头了，低头了。哦，有人趁机告白。我画的哦，武林画的。是什么？哦，健身环。啊，对，健身环里面那个妹子。哦，白痴哦。我就跟着一起画、啊。看，你会气死，你会笑死。斗罗大陆。谁跟你名人？名人也有游戏啊，奇怪哎、欸！哇啊，好可爱哟、哦！录音在搞、哦，不是我没有。录音在搞、哦。我没有，只是没有头发而已。那你下机啊？有没有想？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痛苦？还好啊，你会画啊，不错哦。牙齿。设为录一集。你说这个吗？真设为盲僧是李欣吗？不是啊。那个啊，猫战啊，老游戏了，六年了，现在还有人在玩吗？巧克力和平都还在玩啊。对不起。你干嘛？我刚没有讲，我刚没有嘴，对不对？我刚没有嘴，对不对？啊！哇，有哎、欸，有哎、欸，正正正，对你正在打不死军团。孤啊神魔，马上道歉，结束啦，结束啦，哇！直接回到这里，就自己低调。嗯，好啊。哎呀，
到谈话内容。我怎么发不出来？哦，大家好，我是阿瑟。啊？没事。哦，你哦，你知道那个东西哦？录影前都会这个，有个通关密语。我忘记了，我忘记你也在开台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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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关了、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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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是可以的，我这边是可以，我你那边我不知道，我这边还 OK 啊，我要去换麦块了，拜拜，拜拜，谢谢你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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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好啦，这边那个你画我，不不不，电话传情就到这边了，待会跟菜渣玩一下麦块。我看情况啦，因为我今天比较累一点点啊啊，好好的，如果真的不行，我再离那个去休息，这样啦。那我们我重新。